边的话，就是在城市的里面的话，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令哈，就是逻辑判断哈，依附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逻辑判断哈。那它的语法哦，可能就是这一边哦，可能这个小括号里面叫 condition 哦，就是它的条件哦，这一边是它的条件哦。那条件成立的话，就执行这个大括号里面的这个哈指令哦，执行大括号里面的指令这样子。那假设是不成立哦，比如说这个是在一连串的程式里面不成立的话，那当然里面这一个就不执行哦。所以它的语法是这样子看哦，就是这个是 if 的条件判断。我们看一下它的范例，好，等一下啊，看一下它的范例，看一下这个，好，好，到我们直接到这边看，哇，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好，没有哈，好，那就看这一个好了哈。这一边哈，这个有一个这个程式哈，网页的程式，它有三行哈，可能在这一边哈，可能这个哈，可能在哈，不有两行哦，可能早上没有睡醒，现在还有一点晕晕的这样子看，就是这一边的话，它。这一边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语法哈，跟这个日期有关的哈，就是现在的话取得现在的时间哈，时间里面取得它的 hour 哈，get hour 的方法取得它哈。那假如是它小于是八的话，就是 good day 的哈，就是小于是八的话，应该是像现在的话是10点多哈，小于是八哈，可能就是 good day 的这样子给哈。那我们可以改一下，看一下哈。改一下，我把它改简单一点，这样看看在这一边，比如说一个好，还记得变数吗？哈，JavaScript 变数就一个设定哈，比如说我们设定一个变数 d 好了，我们把它改简单哈，那 d 哈可能是可以这样子设哈，或者说我可能 d 的话，可能就是从第一原则上这个变数的值哦，可能可以设一个，比如说现在是11点，好，等类似这样的内容从外面传进来，好啊，可能在这一边啊。OK，好，那这边还可以改哦，这样语法，我刚才的说条件成立哦，这边是它的 condition 成立，就执行下面这个指令，那它。假是不成立也可以哈，一好还可以再加哈，在这一边啊一样哈，这个习惯就晓得哈，就是未来习惯就晓得哈。里面的话，它这个是 else 哈，else 是另外一个，它有一点像类似英文哈或语法，可能它比英文很简单很多哈，就是在哈语文法比英文简单很多哈，就是 else 其他的我执行这一些，其他执行哈，比如说这个哈。else 哈，那个我一样，好吧，这一行 call 过来。好，good。好，good night，好，可能这样子，可能假如是这样啊，我们再跑一次。好，那可能好像没有什么动作哈，它其实是这边是11哈，我可能改一下。19，看看会不会跑哦，这样子看，这一边哈，19，好，那就 good night，好，类似这样哈，所以它的话就是依据这个是它的 condition 哦，就是条件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假如成立的话，执行这一边哈，那 else 的话就是执行哈，这个哈 good night 哈，这一个东西这样子看，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也不会很难哦，哎，很常用哦，在程式里面哦，不止 JavaScript 程式，别的程式也有类似的语法哈，非常常用的一个哈，这个指令这样子可以哈。那它的哈，这个是简单的哈，而且后面可以加 else 哈，像这个是当初我们请学姐准备的范例哦，人是更复杂的哈，可能就是。假如这个成立，我执行这个大括号里面的哈，这一边可能有一些哈，可能这边可能弄得不是很好，我看啊，再打一下好了，顺便注意一下哈，这个语法都固定哈，就执行这个大括号里面，那
假设是哈、哦，这一边它可以有哈、哦、很多个哦，哈、哦，在这一边可能是 else 啊，这边又多加了一个 if else if 哈、哦，这一个东西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哦？就是说，假如这一边还可以加一个条件，条件二哈、哦，这个假如条件二成立是这样子看，那这边一直串接哈、哦、到条件 n， 所以这个东西是当初那个学姐比较仔细哈、哦，或者说比较龟毛哈、哦，可能就是。哇，写了一个好这样，那最后有一个是上面的条件都不成立，好 ，else 的话可以执行这一个东西，好，所以它可以串接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是比较复杂，好，可以串接成这样子啊，这个很有用，等一下我们会有进一步的一个 demo 哈。那而在这个 demo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下面有几张投影片，我们就把它介绍完，好，把它介绍完了。这一边有一些哈叫。Operator 哈，就是这一边的话，因为这一边可能刚才这一边有一个叫逻辑判断哈 ，condition 哈，就是说这个 operator 最常用的是跟这个条件判断哈配合在用哈，它叫逻辑判断哈。在这一边的话 ，condition 可能有一个哈这个 and 哈 or 的哈，或者说这个等于说这个哈等于说 not 哈这个。冒号 not 哈，这个东西哈，可能这个哈，那这个怎么用哈？我们可能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看一下这个例子这样子哈，可能在这一边哈，这个哇，这个怎么举啊？可能就是说，好，这一边可以，可能就这样子说。good day 哈，可是这边可能这有一些哈，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条件，不要说早上那个五点起来，你也跟我讲哈，早上四五点哦，天还没亮，你也跟我讲 good day 的这样子，所以第一哈可以哈，比如说大于哈，像现在夏天哈，大概五点哦就天亮了，所以这边可以带哈这个 good day 好这样子看啊，比如说我们这边设好，比如说早上三点。那再跑一次，好，那它还是 good night， 好，可能就是说哈，所以在这一边哈，它就是同时这两个条件都要成立，哈，同时这两个条件都要成立的话，就是哈，所以在我才跑这里面哈，七月时间你就跑这一边哈，比如我再改一下，可能在这一边，可能这个六点，那可能这是个 day， 好，类似这样哈，那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哇，这边的一时之间哈 ，OK 哈，可能这一边怎么跑哦？这一边啊，这样哈，也可以这样子哈，这跟真实的状况可能有一些差。哎，哎呦，或这个，或的这个，我要找一下这个 keyboard。在哪里？太久没打了。OK，、啊、找到了。等于说哈，这两个，或、哦、这两个条件里面有一个成立的话，我就跑里面这一个东西。好、哦，那个，不然就跑外面。而这边怪怪的、哦、可能就是也，可能这边哈、哦，好，倒过来好了。这边哈、哦，可能倒过来，大于哈。哦18小或小于6加头脑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分享，就做这一些条件判断的时候你头脑要非常清楚，类似这样，所以等下这个的话这个应该是晚上吧，所以这边应该是good night，这边把它扣过来。另外的话，这一些语法哦，这个 if else 的里面，这个是一个指令啊，这边是一个指令，所以你要等于说很清楚它的语法啊。所以这一边的话，这个是 good night 哈。那 good night 结束哈，一个指令结束，我们通常习惯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哈，可能是 good day。贴上 good day 好，类似这样啊，那这边
多了一个这个，把它拿掉，好，类似这样，那这样看看可不可以？就是说，这个把它改到这个23点，好，对，哦，一样，好 ，run 一下，这个东西，好 ，good night， 好 ，good night， 好，这个没错哈，那改到12点，哦，中午12点我们要吃饭，好，可能这边的话，可能就是 good day， 好，没错 ，OK， 好，那那个。好，那还有一个是钠的，哇，钠的怎么用？哇，OK， 钠的 OK， 好，有人可以放题吗？在前面加，好好，来这边加，前面加，这个钠的哦，这一个东西，哦，不行了，这个。应该是哇，这边有一点不是在前这边加啊，应该是哇，应该是这样子的。OK， 这边有一点比较难哦，可能这一间啊，这个好、哦，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错误示范。有可能你是一个程式的，像老师现在头脑不清楚，可能就是那个程式的 bug 卡，可能啊，就是你会写一段程，一些程式可以跑哦，可以跑，可是那个逻辑看起来哇，就快吐血，我是现在自己写就觉得快吐血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说不必写那么难，可是就是写了之后的话，哇，那个东西的话看起来有一点看起来很难，就是说假如这个 成立，那它应该是在晚上，那不是晚上的时间的话，我就是把它，假如它这个里面这个成立，它应该是在晚上的时间，那所以一个钠的这个成立之后的话，它会产生一个在程式里面它叫 true and false， 就是会产生一个值，就是它只有两个 value， 就是一个是 true， 也是 false， 所以当这个 d 等于是2的话，那这一边的话带进去的话，这个条件就不成立，这个条件因为它没有大于是8、啊、也没有小于6，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它是等于说所以这个里面就不成立，不成立就是 false， 可是 false 之后的话再一个翻转就变成成立，这个是 good day， 这样子看。那 else 就是 good night， 我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发啊 good day， OK， 好，对，好像没有错。OK， 我们再看一下，可能这个然后改到下午早上三点啊， run， 好 good night， 好啊，好，这样没有错。我这边的话以后可能还会用到这一些东西的话，可能这个有时候看这一些条件判断，看到后来会有一点哇，真的是头脑晕了。尤其是程式多的时候，跟同学的话慢慢熟悉。我希望说刚才的介绍给同学一些、啊、基础的印象、啊、这个会常常在这个条件判断里面会有这一些、啊、等于说他做逻辑判断，就两个条件式、啊、这边有一些条件式，我再对这个再讲一下好了、啊、就是这一边、啊、这个是一个条件式、啊、那出来会一个值、啊、true and false、啊、这个也是一个条件式、啊、它出来是一个、啊、整个 true and false 的值、啊、okay， 我可以做 old、啊、这个是 for、啊、也可以做 and、啊、那后面还可以就是整个结果还可以转过来，比如说 true 变 false， false 变 true， 用这个 not 的这个，这个应该叫 not 的符号，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处理这样子。在这边 OK， 好，那判断除了这个这一些逻辑运算，那还有这个比较运算，可能下面这一边，这边就刚才有它大于小于，还有一个叫不等于啊。我再举这个范例啊，这个改掉啊，这个太恐怖了啊，这个东西啊，里面这个啊，好，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怪咖，就是说都不睡觉，可能只有晚上23点的时候，或晚上凌晨1点，对他来讲是我这个晚上，其余时间都是这个白天，所以第一不等于23，那他就是都是在可能都是在宅男都在打电脑打电动，类似这样啊。只有23的时候的话，他才是等于说在睡觉，类似这样 good night 这样。我们跑一下，所以他是good day 那可能就是说他等这一边的话，那当等于23的话，这个东西就这个条件就不成立，他就会跑到 else 类似这样，类似这样。那也可以另外一个可能这边要习惯这些都是比较它可以可能以前同学学过刚才看的大于小于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那可能大于有一个是大于等于吧等于在前面还是后面可能看一下多看一下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这个看习惯的应该就小的这边的话大于等于这个我们要改回来18那就是这个是白天就到这一边像夏天的话可能到晚上6点还很亮所以这个撞一下可能这边这个是 good night 没有错那假如这边把它改成18就是 run 一下就 good day 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边有一些我想这个多做几次同学应该就晓得这边是一些比较那比较结果出来的话它就是传回来一个 true 或 false 的值那这个比较运算也是常用在 if 的这个就是刚才这个 if 的 condition 里面就是在这边可能会先比较比较完之后的话它可能还会做一些这个逻辑运算比如说我两个条件都成立或其中一个条件为成立的时候就执行这个所以这个语法同学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也考一下逻辑这样子不好同学的那个数学好不好这样子因为数学里面有教到这个东西不过我在额外话也分享一下那个高中的这个等于这边这些逻辑啊增值表那一些东西的话那个数学里面教的逻辑其实是比一般程式的逻辑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些复杂也难很多我们通常在程式里面也一个分享你不要把这一些条件判断或什么东西弄得太复杂类似这样可能就是说简单的明了可以做这个是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程式这样子好像这一边 OK 好那还有哪一些这个是刚才这边有一个范例我这个范例不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可能看这个这边也是一些范例可能就是一些这些范例这样子 okay, 那我看还有没有什么运算值可能在这边可能到时候同学也可以自己跑一下 OK 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运算值这样子可能这个是等于说加减乘除的运算值这样子 okay,、啊、我们可能我先看一下那个最后一个好先跳到这一边好我们先把 if 的这一些 demo 完这样子可能在这一边可能在假如有时间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数学的这一边的东西把 if 这个了解可能在这一边我们找一个